我今天要去打水光针，然后是我第一次打，然后我做了一些 research， 然后我今天又选了一个医美诊所，所以我今天要去就是打水光针，然后很期待看几个礼拜后的效果会怎样。对，然后这就是我今天的穿搭，我目前是素颜，然后对，这是那个 Lululemon 的深裤，然后还有这个我台中买的一个很素的一个上衣。对，我们现在就走吧。我刚刚叫到车，但是还有7分钟，所以我想说可以先来这边讲一下 hello。 然后对，我今天去打水光针，然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皮肤有点暗沉，然后也毛孔比较粗大，然后加上就是像是这边会有一些就是长痘痘之后留下的疤，还有毛孔粗大有疤，然后还有就是皮肤很干。对，我觉得我最近就是这几个月皮肤蛮干的，可是我上个月做完脸之后有看到蛮大的一些改善。对，所以可能之后会做就是类似同样的那种疗程去改善皮肤比较干的这个问题。对，然后可是我今天就是要打水光针，水光针就是会就是帮皮肤补水，然后就是还有提亮肌肤，所以我觉得这样这个可以就是改善我的问题，然后我想要试试看，所以我很期待就是几个礼拜后的效果。所以对，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镜头也没有很久，就是好几天。对，然后对，现在看到自己有点不习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今天收到了一个 Sephora 的包裹，然后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啦，所以我现在就是来打开一下。对，它其实是一个日常用品，就是每天都需要用到的东西。对，所以就因为我听闻这个资生堂的防晒已经就是荣获了就是多年，人家都觉得很好用啊。我知道资生堂的这个防晒，对，已经荣获多年的，就是很多人觉得就是它超好用的一个产品。然后我刚好防晒用完了，所以我就是买了它，就是这个小蓝瓶。对，所以希望会好用，因为我对防晒真的还蛮挑的，所以我想要一个非常清爽的防晒，因为最近真是太热了。对，然后我也想要保护好自己的就是脸上的肌肤。对，所以我会买这个来使用看看。Thank you.
今天是我侄子的，就是100周日，就是 100 days celebration， 对。然后我今天要去，就是庆祝他的，就是在地球上的第100天。可是那个之前，我要先去买一个礼物，所以我已经工作到一个段落了。然后现在就想要去，市区，就是买个东西，对。然后我今天就穿这样，就简简单单的。我今天的口红有点大地色系，然后可是不会又不会让我的就是脸看起来很暗沉，所以赞赞，很喜欢。出门了，然后这是我今天的 OOTD， 对，然后很喜欢，是我那天在 Zara 买的这个我很喜欢的一个上衣，然后配一个这个有点浅咖啡色的这个裤裙，对，然后我觉得超好看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出门了，我今天要去用指甲。好，我现在要出门了，然后大家我又迟到了，因为刚才工作真的超忙的。对，然后这礼拜事情很多，对，然后我真的有点傻眼，但是总要解决嘛，对不对？所以，对，我现在可以去用我指甲了。然后我今天有几个目的，我想要去那个 Ralph Lauren 的 cafe， 然后我要去买一个马克杯，对，因为我觉得马克杯超好看的。对，然后那个之后可能要就是去逛一下衣服，对，所以我们就赶快出门了。准备했겠지
完支架，然后现在要去找东西吃。去了 Gentle Monster， 然后试了一个就是一对墨镜，然后我又早知道就不是，因为一试我就超级想买，所以我又赶快就是逃离那个犯罪现场。对，我现在要去高岛屋，因为那边有一个韩国的 fair， 所以我想要去看一下，对，看一下那边有什么东西就是觉得可以买的。对，我刚刚在那个 Rough Cafe 就是有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马克杯，真的是它本人也超漂亮的。对，我一开始是在网路上看到，然后对，我现在就是走外面，因为就是如果走里面的话人一定很多，所以我现在先过去。这个是我昨天因为手残而去买的一个马克杯，对，它真的就是非常的经典，然后这个墨绿色超漂亮的，对，所以我现在要来打开它。好想要把盒子也留起来，但是很占空间，所以我只能丢掉了。但是对，就是这个超级漂亮，我现在要出门了，然后我今天要跟我的闺蜜一起出门，然后我要讲什么，对，然后今天就是一个很放松，就是可以慢慢来，慢慢化妆，慢慢卷头发的一天，所以我觉得很疗愈，很开心。对，所以我们现在出门，我给你们看我今天的 OOTD。 这是今天穿的，然后这是昨天穿的那个裤裙，然后这是今天的上衣，然后后面的细节超喜欢。对，走吧。好，我现在出门了，现在走门。Choose